行礼。下边做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第五段的演练，走单边，预备。玉女穿梭，走。健康人生。本期名家教练陈正雷，中国武术九段，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之一，陈家沟陈氏十九世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。好，下面讲云手、摆脚、截叉、金鸡独立有三个动作，因为在前边已经有了云手。第一个云手是并步的，这个云手就要练擦步的，因为刚才玉女穿梭的时候已经穿出去好远了，然后为了要回到原位，
收拾要回到原位，所以要变成那个擦布云手。下面做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下边我就把这三个动作讲解一下。单边变云手，右手下沉，然后上翻上棚的时候在左手下沉，这时候左手开的时候把右脚擦步，然后再移动重心，再开步，再擦步，再开步，要地方不够了也可以回来，所以这个云手可以左可以右，两边都可以。这种方法有两种，一个是云手到最后一步可以，然后直接摆过来然后变打脚，也可以到了以后跟一步再上步再打脚。打脚的时候是身体向右转，重心左移，然后把劲一直合在左腿，右脚是向里向外摆，与这个手结合，然后打完以后这样正脚落地，正脚落地，然后把脚提起来铲地滑出去，一直坐下去，要保持腿下四指要坐死，然后一旋转要冲上去，然后右筋肌独立，然后再上步变左，好，下边按照分解动作再看一下。单边一二三擦步，四五六，然后摆脚，一二三，嗨嗨，这样啊，叠擦下去，然后冲拳向上，筋肌独立，一二三，好。好，下面把从单边预备做云手、摆脚、叠擦、筋肌独立这几个动作比较难一点，然后从单边预备。走，云手，二，三，擦步，四，五，六，开步。
摆脚，后捋，前移，摆脚，解撒，好，停，向后来。好像这个动作，你要下不去的话怎么办？下不去的话，来就这样开步都可以，不一定非要下那么低，所以这样开步，然后上提，这个提腿是没问题的，一般能参加活动的提腿都可以的。所以能下去了，时间长久以后，慢慢你的腿部支撑力增加了，然后你就可以下去了。下去的时候做一个，对，这个手是上提护头的，这下边是护裆的，然后通过旋转，这个转身要叫裆内自有弹簧力，灵机一转鸟难飞，就裆里这样一旋转把这拳吹上去的。吹上去是先冲右左拳，然后再上右拳，右拳从这个左拳内侧冲上去，然后变掌，变掌以后旋转，旋转上托，是用掌根，用掌根上托，要托高个的他下额啊，不要随意的跑到这儿。有很多人练高探马经济独立，他这样一旋转，是把手放在这儿，就不知道干什么用。所以这是往前要托人的下额的，这样托下额的，所以不要把这手放在这儿，所以就是在正前方，这个上下相合。好，下边做开步。左右经济独立啊，这个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两个动作是一个是最低，一个是最高。刚才那玉女穿梭是跳得最远，在这第五段里边最重要就这三个动作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三个动作仔细的多看多了解。